笑家人 预备式，两脚并不站立，眼向前平视，左手握刀，尾屈起，刀刃 朝外，右臂自然下垂，五指并拢。好，二，虚步抱倒。重来，右脚向前迈半步，左脚 向前迈一步，左手曲肘，胸前抱刀，右手接刀，虎口顶刀盘，马步沿向左看，三，上步拦腰刀。
右手握刀，满头画圆，拦腰砍出，刀刃朝左，刀尖朝前，马步目视刀尖前方，是右独立式。 右手外旋，四刀向后交挂，环腰一肘，呈朝天刀式，抬左腿，劈膝，脚面绷直，脚尖朝下，目视刀尖前方，五左独立式。 双手持刀，将刀用力向后交挂，刀背领先，踢右腿，呈左独立式，目视刀尖儿。六，硬推刺刀式。 重心前移，右脚向前掠步，两手持刀，用力向前推刺，刀刃朝外，刀尖朝前，目视刀尖，双弓步。这个独立式是吧？这独立式推起来干什么？ 身体重心嘛，前移，增加推迟的力量啊！做一个，他好，嗯，往内旋，哎，往内旋，对，七，绕步斜削刀式。 上踢，向左转，双手持刀，向回抽拉，同时右步向后撤半步。啊，这个刀撤带的时候，硬推是刀是往后带刀。 是吧？我拿着妙刀，你拿着长器械，你拿长砸我向他以后，我往后撤带，啊，往后撤带，硬推是吗？撤带的同时，上右脚，上左脚，啊，撤带的同时，就是消耗对方的器械了，同时上步来刺杀对方，啊，八。 硬推刺刀式，上右步，双手将刀，侧于胸前，右胸前。 向前推刺，力点在刀尖，目视刀尖处。好，这个斜削以后。
向下推是上步，有力啊！上右脚可以跟左脚，就左脚跟进，成双弓步，便于继续在向前进攻，啊，不是这下子啊，而是这下子啊，鹤旗转足，头藏在右背的。 内侧，藏在右背的内侧，重心下降啊！就绕步学小道士，左脚上步。 双手持刀，用力向下撤带，刀尖朝前，刀刃朝外，目视前方，好，是硬推刺刀式。 最后这个硬推刺，不翻腕，直接刺。好，再来一遍。来着，硬推刺刀式。好，双手持刀，收于怀内，收于腰间，然后从腰间。 推起手前，啊，不对，这是属于腰间，腰间腰了，再绕了推起，啊，再做一遍。 上步。 哎，对，这趟二路妙道里头是三个硬推刺，这三个硬推刺连续做，它有不同的地方。头一个硬推刺，腕内旋，刀刃朝外，刀刃朝外。第二个硬推刺和第三个硬推刺。 这是直接去刺杀对方，啊，逮捕，自己去刺杀对方。就说在进攻当中，一个比一个的快，刺对方，防不胜防。我们没有机会再旋腕，直接推刺啊，就是绕步斜小刀是需要对方的墙或杆儿，同时上左脚。 上右脚，左脚再跟进来刺杀对方，就是说在削杆的同时，削他的杆了，杆削不断，就得削个口子，削个口子他往回撤，墙就不好撤，在他往回撤墙的同时，我们上了一桌步了，然后呢再硬推刺，他跑不了，推不回去，啊。 所以说，在雅典这个套路，这三个硬推刺，头一个，通翻腕子，第二个就不翻腕子了的，一个比一个快。明代成崇斗那个刀铺里头，他管这三个硬推刺啊，起的名叫三次东洋。那块日本老是骚扰我们的沿海边疆。 咱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广大群众呢，对他们特别愤恨，所以成崇斗呢，在这个事儿上，在这个刀铺里的这个三个硬推刺，就叫三次东洋吧。
是吧？因为他们老是骚扰咱们的边疆，起的这么名。如果以后呢有这个三尺动阳的这个说法，就是指着这个道里头三个硬推辞来说的。三个硬推辞的这个特点，一个比一个的快，再一个特点，削削对方墙杆的时候，削削对方墙杆的同时要上步带硬推辞。 是以上步撂倒式，身体稍向右转，上桌步。 跟左脚，呈并步，四刀，由后颈下向前撂出。再做一遍，身体稍向右转，四刀，由后颈下向前撂出，头这个步再头溜，哎。 虚步啊，虚步，目视刀尖上方，身体重心上扬，这是大动作。你看这都歘撂起来，时而晃门倒式，四刀向下横削，同时重心下落，落成斜步，走。左手按于刀背前部，目视前方。好，再来一遍。这个虚步吧。 大的，左手力拔，拿刀要快，啊，贴近，贴近，不行。十三，弓步推刀。 再来，好，再来一遍。左脚上步，重心前移，用力将刀向前推出。 成弓步，目视前方。啊，这个做的时候呢，在推倒以前，可以双手持刀，将刀往回拉，在胸前往前推，增加他的腿的力量。啊，这个是对方器械砸来了，我们闷他刀，你砸我这器械，我们闷他刀。 顺着他的器械往里推，照他的手，啊，是吧？你看，我在这拿着瞄刀，是吧？对方呢，砸器械了，哎，带着拔腿刀，顺着他的杆往前推，谁推刀，重心向前移，重心向前移，增加向前推的倒力。试试。 拔刀，看小事。
慢一点，对，推着。旋腕是倒刃领先，向后推出。啊，对对对对。仰脸，摇后折，旋豹运倒，汉熊，撤步，小看。 这个动作比较难做。这个动作在皮挂刀里的叫运刀，推刀以后啊，这个左手老是不离刀背儿，右手内收，是刀刃领先，向后推出，仰脸，然后右手旋腕。 左手拨刀，向外刀刃向外，临近敌身了，撤步，然后再歇脚。啊，这个右手走的这个路线，实际上走的是个八字儿，八字儿放平了，阿里波数字，都是这么个路线。大家再看，射刀。 还有右手，小看有力，啊，不是在借气，而是在右上向左下小看，就是对方长器械砸我们的胸，刺杀我们中盘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用这个刀来拨对方的器械，然后呢，顺势向对方砍杀。 第二段，十个动作，回身劈电刀。好。 这个动作利用这个刀尖劈对方，啊，这步是哪个步啊？啊，不是这个步，去那哈，嗯，我们面朝这边，后头来人了，很危险。过去这个刀法呢叫畏中求生，在危险的当中。 在危险的特别危险的情况之下，来战胜对方，这是用的电劈刀，又回身，立电，在刀尖后头来人了，拿刀尖来劈电对方，啊，这动作叫要猛，嗯。 要猛啊！刀把啊，左手往上抬刀把，右手为轴，
从这儿转，再从这儿转，没关系啊。以右脚脚掌为轴，向右转踢，左脚掌部，然后撑把部，旋转180度。 刀把刀举在头上，旋腕绕滑，绕两轴，绕两轴，啊，你去那哈，啊，啊，嗯，拿身子来说，这180度乘8步，这撩起的刀在上头要弯个滑，实际上转2圈，是吧？ 从这走，一圈，两圈，再撩着去，带走啊！右手用力向怀中挥拉，把刀撤回去。挥拉的同时，左手。 手与胸前，握住刀把，双手持刀，抹布，刀刃朝外，刀尖朝左，刀尖朝右前方，抹布右前方，再来一遍，再来。 手与胸前，撩着刀，前后手与胸前，手与胸前，称八步啊。19，斜步带刀式。 身体向右转90度，然后刀刃朝外，刀尖朝左，呈斜步，20，退步带刀式。
右脚向后撤一步，双手握刀向胸前撤带，四，刀刃朝外，刀尖朝前，目视刀尖前方，呈弓步。21，右撩点刀式。来这边。来这边。右双手持刀，向后向前画弧，然后上步用力向前点刀。再做一遍。这个动作啊，撩刀的时候是顺步撩刀，顺步撩刀，从右边将刀向前方撩出，右腿在前，到这以后呢变成点刀，换把，换把，左手在前，左脚也在前，点刀，这一个换把动作啊，换把，换把动作，换个把来，都是顺步的，撩刀是顺步，点刀也是顺步，撩刀是左手在前，撩刀是左手在后，点刀的时候呢是左手在前了，左脚在前，左手在前，再做一遍，做慢一点啊。虚步，虚步，虚步，哎，点刀的时候重心往上抬，哎，压板是力点刀尖，力打刀尖，哎，对，撩刀的时候提重心，可是随着撩刀往上走，撩刀啪，这手在前头了啊，这脚步在前头，再来一遍。22，左撩点刀式。再来，再来。这左脚活步，活步，活步，左撩刀往前撩刀是变右撩刀的活脚步啊。重心在后条腿，头的是虚步，哎，哎。这个点刀的这个做撩点的这个刀法就是啊，咱俩我在这撩你，你往哪跑我在这点你，你往哪跑我在这点你啊啊啊，一走啪变点啊，变点是吧，撩点，撩点，这个换把啊，一转就换把了啊，万一旋就换把。为嘛这个干颠倒的时候左撩点，左手在前，右脚在前呢，就是长，一寸长一寸强，你要是右脚在前，左手在前，一个是不顺便，再一个前头就短，
是吧，你要是这样子，做料刀，想有电刀，右脚在前，右手在前，他唱一块。23，右料电刀式，右料断刀式和21右料料电刀式相同，方向也相同，就不再说了。24，卸削刀式。 重心，乐于左脚，或桌布，头右脚，是刀，右手上向左下斜削，斜削的时候，腰刀配合腰刀一致，腰跟刀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这不就叫这样吗？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这么样斜削去，啊，左手在前，啊，好，目视刀尖前方。 第三段，18个动作，25，转身做撂刀，这个步上前，顺步撂刀。 左脚向右开步，右步上步，好，啊，顺步都是啊。26，右撂刀，啊，出来。 上右步，刀右上，颈后颈下向前撂出，虚步，刀刃朝上，目视刀尖儿，站好吧，啊，27，跳砍刀式。 右脚抬起，用力蹬地，使身体腾空，落成斜步。右脚头在左脚后边，落成斜步。再做一遍。刀沿自己右体侧，画力圆。
由上向下看出，再做一遍。开始。好，28，凡神刺刀式，身体享有硬转，凡神撂刀。 硬转的是身体重心，在左脚。29，右撂皮刀式。身体向左转。 随身体左转，用腰将刀由后颈下向上撂出，然后左手拨把，使刀尖向右上方点出，目视刀尖成功不？啊。 这个料是高一点，咱料是高一点。30，做料皮刀式。啊，再做一遍。向左上一步。 再重来，向刀向后撇，向后看出，这就撂，重来。好，用刀背领先，刀刃朝里，沿是刀尖前方，弓步，好。 这个刀式的用法是，两个人，我一撂是虚，他往后退，我上不劈，他往那跑呢，我往这劈，是吧？我往这劈。撂刀一般的来说，在日本讲究这个撂刀，日本把撂刀啊作为三个基本式法的其中一个，这做一个撂刀。 做一个撂刀，啊，做一个撂刀。我们呢，把这个撂刀啊作为虚实，一上步就撂，往这一撂，他往那一跑，就往这劈，往这一撂，往那一跑，往这劈，啊，撂是虚，劈是实，这个劈刀是用刀背劈，啊，刀背劈，啊，拿腰带刀。 拿腰带刀，这个撂刀的这个另一个要点是嘛呢？左撂刀右撂刀，左撂皮右撂皮，和右撂皮左撂皮，它有个换把的那么一个动作。你看我这手在头了，该一撂皮接手到头了，该一撂手接皮就到头了，是吧？啊，该一撂。 这个手指就把这个钉耙的这个钉子让开了，这个手指上去。该一撂这个呢，这个手指到头了。所以苗道的这个把法里头，换把就是其中一个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如果不换把呢，这是右撂皮可以；你要左撂皮，还是这个把就没就不好使唤了。所以左撂皮呢，就是这个手在头了好。 一手在头好，31，右撂皮刀式，右撂皮刀式和29右撂皮刀式相同。32，回身左撂刀。
右脚向后撤一步，同时右手旋转，将刀右前、颈下向上撩出，使刀刃领先，刀刃朝上，目视刀尖。 这个动作啊，做的时候技术要领，就是以右手，虽然两个手都握着刀，但是以右手为主，右手握着这个刀，这是个转动这个轴，啊，你看大家看，左手就立刻拔了，这个轴越小越好。 越细越好，啊，那两个手都用力，就不好转了啊。回身做了刀，是吧？回身的时候，就是以这个右手为轴，左手不但立刻拔，而且还要推拔，推拔的速度越快，就转动的它就要越快。33，右撩刀刀式。 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同时将刀沿右提出画圈，右上颈后颈下向右上撩出，目视刀尖，刀刃朝上，34，转身右撩刀，刚才这个右撩刀是右脚在前，将刀往后劈，撤左脚，再上一步，双腿并立，使刀绕行一周以后向前撩出，目视刀尖上方，再做一遍。 再做一遍，再做一遍。右撩刀嘛，右腿在前，向后劈，向后劈的同时撤左步，再上右步。 这么着，这个角度，是吧？原来不是这个角度吗？往后劈刀，往后一劈刀，身体旋转360度，旋转一轴，往后一劈刀，一刀不是360度，还朝这边，刀刃朝上，啊，两腿并立，目视刀尖啊。 这一边。 不对，左脚在前头，向后劈刀，他右腿，好，转动的时候，以左脚为轴，也以右脚为轴。 转动时，它是快了啊！右脚站位轴，脚后跟抬起来，35，朝天倒式，这方向，这方向，好，再来，再来。
右手持刀，左手拿刀把，使刀尖儿画圆，在头上画圆，身体向右转90度，在上头画圆，刀不大了，啊，同时这个腿呢，活右步，以右腿为支撑点，提左起，老独立式，刀尖朝上，在上头画的，啊，以这为轴，这一波动，右腕内旋，在上头画圆，啊，不大了。活右步，好，提腿，收腹。36，挂点刀式。37，右定起刀式。这两个动作连续做。双手持刀，将刀背儿由上颈前向后绞挂，同时左脚点地，使身体腾空，落地成定起刀式。啊，朝天刀式，两手脚掌用力向后绞挂，腾空，定起刀式，弓步，刀把置于右起内侧，刀刃朝前，目视刀尖儿，这个腾空要高，右脚一点地，腾空要高。来推出去啊，再做一遍。好，这个刀该用的时候呢，就是对方来器械来相互交挂，向后一脚挂的腾空，劈点他的头部，啊，就是什么向后一脚挂劈点他头部，啊，38，左定起刀式，双手持刀，向怀中。回手，提左腿，勒右步，向左侧将刀推出，刀刃领先，刀尖朝上，呈左弓步。39，低看刀式，上右脚呈虚步，使刀向外画圆，右手持刀的手外旋，啊，对方器械砸来以后，我们用刀背儿、刀尖儿啊，来攻击对方的持器械的手，就要有腰啊，腰。
再做一遍。右手旋腕，四刀，沿右提车旋转一轴，刀刃朝下，上左脚，左手握刀把，用力向前推刺。 这个刀式的用法是吸收逻辑枪的枪法。逻辑枪的枪法是引把，就是说这两个手啊都是手背朝上，啊，逻辑枪，这也是刺刀式的一个特殊的使法。他这个动作的用的时候呢？ 砸我下方，削挂以后，棍恢复再砸，哎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这个手这个把这个手，这左手就上前头来了，握背儿，不能握刀，握刀就用刀刃拉着了握背儿，这么下来的，这么下来，都出现这情况了，出现这情况以后呢，我这个食指，或者是中指。 可以落对方的枪，对方的枪被落，他一定向后撤枪，他一定向后撤枪，用力往后拽枪，啊，他向后拽枪的同时，我顺势上步，单插手来刺杀他，这么一个动作，啊，我再说一遍。 当对方拿着长器械刺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尽量的叫他出现这种情况。出现情况以后落这个，你拽枪，你拽枪，我这个不，我怎么着，我怎么着，再拽，使劲拽，顺势就砸对方了啊。所以说这个练练的时候呢，可以这样子练。你看，是不要了，是吧？往下劈对方，劈对方的同时。 我往前进，啊，特别是这个步要紧，啊，这个步要紧。大家看这个步，演练的时候我可以这样演练，可以这样演练。但用的时候呢，就借他多强的一个机会，借他多强的这个机会，这个步就往前去了，啊，这是同辈的步。 前脚紧，后脚跟，后脚跟，前紧急虚紧，紧紧跟跟，跟跟紧紧，就是连连发出，环环相套，使对方呢没法防备。41，全刺刀式。这个刀式的特点就是身体重心。 前后移动，右手握把，左手握刀背儿，沿着自己个的胸前画椭圆，这么个动作，这么个动作，画椭圆。42，单刺刀式，上右步。 右手持刀，向前平刺，嘡，啊，哎，好。
第四段八个动作，43，宝大劈刀式。 出现了，左手握刀把，转踢180度，向左转踢，上右步，用背儿向下劈下，刀刃朝上，目视刀尖前方，呈双弓步。 这个动作的关键呢，就是左手握把短，四刀垂直地面，向左转踢180度，然后从右手从头平向下劈下，44，左斜削刀式。 身体稍向右转，双手持刀，四刀尖画圆，然后由左上向左下斜削。这边。啊，就是说我们用的时候，在宝大劈刀以后，急需上步。 右手旋腕内旋，腰向左转90度，随转踢，变成马步。刀刃朝左，刀尖朝前，目视刀尖。啊，这是抱大劈以后，左斜削以后，我们还上步，还有右斜削。 右斜削的刀式呢，这刀所走的这个路线就是从右上到左下，46，滑拿一刀刀式，再做一遍。 右脚抬起，重心前移，右脚用力蹬地，使身体腾空。哎，刀刃朝下，刀尖朝前，目视刀尖前方。再做一遍。右脚用力蹬地的同时，身体腾空，越高越好。 嗯，再回来，恢复这一种，左斜削，右斜削，脚尖朝前，脚尖朝前，哎，用力蹬地，好，要往下看，47。 回身右撂刀刀式，上踢向左转踢180度，四刀，沿右踢侧，右前，经下，向后撂出，随时。 右脚跟进半步，
48, 皮多进道士。 上梯下压，上油布，跟桌布，上油布，跟桌布，倒上下劈，好。这个劈多进倒是啊，在套路里头，做三个也行，做两个也行，或者做四个、五个都可以，是场地大小。 就是说，你在哪出事儿，你在哪收事儿。这个劈刀的主要关键呢，就是这个刀向下劈的是有的时候是印儿劈，印儿劈，这印儿劈的就是这样子往下劈。也有的时候是背儿劈，也有的时候是背儿前劈，然后变成印儿。 这个步伐呢，都是右脚在前，右脚上步，左脚跟进，右脚上步，左脚跟进，都是同北拳里的几脚连环步的那个拖拉步伐。就说已经交手是对方，防不胜防，不是大弓步向前迈出去的，而是像火像轮子一样向前处理出去的。 49，转身拦腰刀式法，左手托把，右手持刀，满头花圆，身体向左转，成弓步。 右臂回收，是刀，沿右提侧，花里圆，将刀交左手，向左看，左臂取，右臂置于这右提侧。 右手护扣对自身，目视左前方。